同学，物体13公斤重，往右20公斤重，往左15公斤重，小心小心，这个13公斤重你不用管它，这是个烟雾弹。好，那我往右边推20公斤重，往左推15公斤重，它还是不动，还是静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摩擦力向左边5公斤重，所以往右20，往左这两项加20，它合力为零，物体就会静止。像这里，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